大家好。好，我们看下一句经文，道人善，即是善，人知之，欲施勉。这个道人善，即是善。当大家听到很多善人的行持，善人的风范，每一个人心中都会升起啊这种效法之心，是绝对会这样。因为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我相信啊，在这几天当中，一定有人已经做到欲施勉，已经学到了，一定有。从诸位朋友的脸上就看得出来有法喜，这个法喜绝对不是念经念出来，而是有落实在啊生活之中。所以这个道人善啊很好，因为会让更多的人啊得利益。所以现在啊，这个卢叔叔的名字啊已经到全中国去了，所以这也是我落实《弟子规》的结果，叫道人善，即是善，人知之啊，欲施勉。所以我们也要啊非常用心啊，去把这些好的风范啊记在脑子里，随时都可以啊告诉别人，让他们都可以啊得到一个效法的对象，甚至于从中啊找到一些很好的方法。好，扬人恶，即是恶，即之甚呢，或且做。当我们去宣扬别人的过失啊，对方假如知道了，可能会非常难受。所谓背后之议啊，背后的议论，说他的是非啊，受害者常若刻骨啊。你批评他这一些不好的言语，在他的心中就好像什么，刻入骨头里面去了，时时想着什么啊，报复你啊，那就都是在意气啊用事的，所以这样啊不可取。所以不要去扬人恶，可能会树立啊敌人。所以十个朋友不嫌多啊，一个敌人啊可以给你烦死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呢存心仁厚，不与人啊起冲突。那当假如啊别人有善我们都不称扬，别人一有一点小恶啊马上就到处传，这样啊不止啊折损了自己的福分，更大的罪过啊它是影响了团体跟社会的风气。你看假如每一个人都不讲人家的善，都只宣扬人家的恶，那将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，人与人将会纷争不断啊。所以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是在影响整体社会的风气，所以这个罪过啊不单是个人啊，还可能跟整个社会啊结罪。所以言语啊不可不慎，善相劝，德皆见，过不归，道两亏。善相劝，我们之前课程也提到，善啊，必须先分辨真善、假善、是善、非善，还有很多的判断。在《了凡四训》这一本书，当你判断正确才能够去劝，不然呢
到时候是非都没分清楚，那就不见得啊是利益到他人。那古代人面对别人的善的劝告，或者是听到善的言语行为，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接受呢？孔子啊赞叹颜渊呢、啊，得一善，则全权福音而福施之也。就是颜渊只要听到一个善呢、啊，马上啊，时时刻刻放在心中，一定要去落实。所以只要提到贤德啊，孔子都会直接说到：“有颜渊者好学。”对于颜渊这个学生啊，夫子非常欢喜，也因为他的学习啊非常扎实，只要老师说过的话、说过的善，他都会时时刻刻不忘去实践。好，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学习善的态度，自然就能够啊得而皆见。在古代啊，所有当官的，我们都称他是父母官。为什么叫父母官？因为啊，比方说一个县令，他与整个人民啊相处得很密切，而且整个县的教育方针、教育内容啊，都是由县长在负责，所以呢，他也有责任把他这一县的人民啊教育好，所以能够啊爱民啊如子的这种态度，所以也称为父母官。那当然，这一些地方领导人他也有要落实啊善相劝、德而皆见，让整个社会风气能够越来越好。那我们现在当官的有没有这个态度？还是有啦，我们要引恶，是。但是啊，为什么比例啊没有像以前那么高？这个也不能怪他们，因为啊我们错了，我们也没有把弟子规跟他们讲，现在又功利主义这么炽盛了，所以重利轻义嘛。只要呢他能够啊有这个机缘看到这个弟子规，应该会唤醒他那种为官的责任心。好，那在隋朝时代有一个读书人啊叫辛公义，这个姓啊比较少，诸位朋友这个父亲取的名字好不好？他取这个名字啊，他儿子绝对不可能作奸犯科，因为每天人家都喊他公义啊，哇，那他一定全身都是浩然正气啊。好，所以我爸爸给我取这个名字啊，我不得不有礼貌。所以当他到了这个闽州一带，这个闽州是现在的甘肃，在闽州当刺史，刚好当地啊有一个风俗，就是只要家里面啊有人染上疫病，就把他抛弃，让他自生自灭。啊，他去以后啊，觉得太严重了，这个是孝跟义啊全丧啊，所以他就主动啊把这一些丢在路旁的这一些生病的人啊
通通啊把他接到他的衙门啊来照顾，也找了很多医生啊来治疗。等到这些病人啊恢复健康了，就赶快啊请他的家人来接回去。接的时候呢又跟他说，我跟你爸爸都相处这么久了，你看我也没病。那这一些为人子女的就会觉得很惭愧啊，都是以德啊来唤醒这些臣民啊，这些人民的惭愧心，就赶快啊把家人啊接回去奉养，好把这个没有孝义的风气啊整个扭转过来。所以当地的人呢、啊、都称他为慈母，把他当母亲一样啊看待。好，这个慈母啊不只挽救了他亲人的健康，还挽救了什么？每一个人的良心啊。人的良心上了啊，纵使还有命在啊，也是行尸走肉。所以古代的人啊宁可死啊也不愿意违背道义。我们在这几天的课程也举了不少例子，像之前也举到一个孩子叫雨滚，不愿意抛弃他的哥哥，所以自己留下来啊，所有的村落的人都离开了，他独自啊照顾哥哥。所以吉人天相啊，后来哥哥还身体好了，这个确实是精诚所至啊，金石为开。好，所以善相劝才能德皆见，过不归道两亏。假如该规劝的时候不规劝啊，那我们就失去啊，比方说当朋友或者当先生或者当儿子的本分啊，就没有尽到。所以这个何时规劝，我们也要抓对时机，还要有正确的方式态度。这个我们之前也已经很深入啊来研究过，在这里啊我们就不再多说。好，那当我们都可以人有短切莫揭，人有失切莫说，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很祥和的风气，又能道人善即是善，人之之欲失眠。所以一个团体啊假如能够非常的和睦和谐，这个团体一定会非常兴旺。所以我们处众当中必要以和为贵，然后在该规劝的时候再抓住机会，要扬善于公堂，归过于私事，也要顾及他人的面子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句经文，一起把它读一遍。贵分小，与宜多，取宜少，将家人先问己，己不欲，即速矣。恩欲报，怨欲忘，报怨短，报恩长。凡取与，贵分小。这个取与，就是我们啊，比方说家里啊，家族在分东西了，我们也要啊视情况而定，
当对方啊比较困难，我们应该啊多给，自己啊少拿。当人有这种礼让的态度出来啊，家庭的风气啊就会处处体谅，处处相让，而不会处处啊相争。当家庭有这个和气啊，确实啊整个家族都会兴旺。但是只要染上争夺，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居家戒争讼，假如因为分不平，到时候告上法院，可能啊都不会有好的结局，甚至于会有坏的榜样啊留给子孙的。到时候啊纵有家财万贯，也会啊败上掉了。好，所以尽量啊能够让啊我们就去让。所以周朝也因为这个泰伯跟仲雍把这个天下怎么样让给了弟弟，让给了自己的侄子，也能够啊造了他们周朝800年的盛世，也能够让全国人民呢、企鹅效法孝悌的精神。其实人啊都很怕让，觉得让了以后自己就怎么样没了。人不能只看眼前，当你一让啊，成全的德行，成全的家庭的和睦，而这一让啊也积累了自己的福分。当你有这么多的福分啊，自然在往后啊就会有所回报。天道无亲啊，常与善人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所以人啊不能随顺烦恼对应事情，不能随顺自己的习性，要随顺天理，随顺人心去做。好，所以凡取与贵分晓，与宜多取宜少，将家人先问己，己不欲即恕矣。就是当我们不愿意别人批评我们，别人侮辱我们，或者别人伤害我们，我们都不愿意别人这样对待我们，那我们同理啊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也不应该去伤害，不应该去批评，不应该去指责他人，用这一份心呢、去体谅别人。那乾隆皇帝啊有一个联璧里面提到，愿天下翁姑啊舍三分爱女之情而爱惜，望世间啊人子以七分顺妻之意而顺亲。这一句对联呢也很有人生的哲理，给我们很大的省思啊。我们看第一句，愿天下翁姑是指公公婆婆，因为千古有一个比较难这个解开的矛盾，叫婆媳。这个婆媳之争，因为没有读过《弟子规》，将家人先问己，因为媳妇也是别人的女儿啊，所以啊，可以用三分爱女儿的这种情啊，对媳妇啊，那相信啊，绝对不会跟媳妇啊有冲突。
其实啊，这个人真的是很奇怪。比方说啊，这个妈妈很气她先生啊，很懒惰，都不做家事，也不帮忙。她生不生气啊？她很气。但是啊，她也跟她儿子说：“你只要把书念好就好了，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用管。”她还在养出一个会让另外一个女人气死的男人，有没有？将家人先问己。好，那很多人为什么对媳妇比较严苛？因为她也是熬过来的。哦，可能这个婆婆也对她不好。己所不欲啊，勿施于人。所以我们曾经穷过啊，应该看到穷人要倍加的什么关怀才对啊。好，再来，望世间仁慈啊，以七分顺妻之意啊，而顺亲。所以一般有一些男生啊，娶了老婆以后，谁说的话算啊？所以这个态度啊，有待商榷啊，因为啊，这个太亲了以后啊，就会意气用事啊，对于他的做法、利弊得失啊，很可能都看不清楚。假如啊，听了老婆的话，疏远了父母啊，他的败相已露啊，因为他的孩子必然怎么样，学不到孝道啊，那他这一生再怎么努力，到最后可能是白忙一场。所以啊，不要用感情来经营人生，往往都会啊太偏颇，要用什么理智啊来对应。那现在呢，又常常说什么 IQ 什么 EQ 什么 CQ 还有 HQ， 这个外国的东西啊，它就是把简单的东西啊怎么样，它不复杂，它没有版权可以拿。所以其实很多的道理啊，只有一个，讲成很多个，我们都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抓回来。什么是 EQ 啊？那个 Daniel Goleman 写的 EQ 啊。什么是 EQ？ 情商。IQ 叫什么？智商。这两个怎么分？会讲甜言蜜语叫情商，是不是？那什么叫智商？智力很好叫智商。那这两个东西是两个吗？比方说有一个男人，我很理智，我要努力赚钱，所以呢没什么时间啊陪儿子，我要睡在公司，有没有理智？有没有拍着胸脯啊，我是要为了家庭打拼啊，好像听起来很有理智哈，这哪是理智？理智应该是可以啊，让人生全面发展。哦，你说这个人感情很丰富，疼儿子疼得要命，什么事都不让儿子做，这样叫情商吗？爱之啊，足以害之啊。你的情当中没有智啊，那叫滥情啊。你的智当中没有情啊，那叫什么？那叫薄情啊。很多企业家事业做得很大，妻子儿女去哪了？连妻子跟他 say 拜拜，他都搞不清楚妻子为什么走了。有没有这种人？因为妻子觉得跟他讲不通，
所以什么是情，什么是智？有真情者必有真智，有真智者必有真情，情智不二才是真情真智。所以明明是一个真实的真心，把它讲的那么多，让我们都不知道往哪一条线拉上去。所以卢叔叔他每一个礼拜再怎么忙，他都坚持礼拜天一定陪家里的人吃饭。请问是情商还是智商？对嘛，因为对妻子儿女有真感情，有真理智，他才能够排除万难来经营他的家庭。所以我们学习圣贤的这一些道理，这一些做人的态度，才叫真情真意真智啊，来过一生。好，诸位朋友，你觉得我情商好还是智商好？好，所以我们不要再还是好依法不依人，好好的跟着弟子规，跟着四书啊学习，不要再钻到这一些专有名词去，会跳不出来。好，所以将家人先问己，己不欲即恕矣，有这一份理智啊，去体谅别人的感受，就不会啊强加于人。我们看下一句，恩欲报，怨欲忘。这个恩欲报，其实啊，当一个人能念念不忘恩德啊，不忘父母，不忘师长，不忘众人对他的恩德，他的精神生活一定怎么样？非常充实。所以一个人幸福的根基啊，就在爱与感恩之中。当他懂得爱，懂得付出，他会体认到自己的价值，施比受啊更有福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做义工的人每天都怎么样，满面笑容。你看我们许哲居士已经106岁了，我曾经啊见过他本人，在高雄的时候，他笑起来啊真的跟婴儿啊没什么两样，真是一片赤子之心。好，所以这个将家人恩欲报，怨欲忘，所以他时时啊想着可以帮助别人，这个是活在啊爱人的世界里。那当一个人能处处念恩，他就活在啊报恩的这种心境之中。那当人在报恩的时候啊，他的内心啊会觉得非常充实，非常充实。像我这一年多来啊，一年多来也走了这么多地方啊，终于啊也有一点欣慰，觉得啊自己这一生啊很幸运，能够啊这个跟着杨老师，跟着卢叔叔，跟着我的师长，跟着古圣先贤的教诲啊，我是很幸运的人。所以也希望啊做一点事啊能够啊让他们欢喜。所以这一年多来啊，虽然看起来啊很忙碌，但是整个精神状况啊反而是越来越好。所以活在感恩当中啊，
确实不一样。当回首来时路啊，觉得呢还有这么一点呢、啊、充实的感觉。我记得啊，这老杨老师啊，有一次呢，包了一个小红包给我，上面写着、啊：“蔡老师，你辛苦了。”我看了以后啊，当场怎么样？哦，眼泪都掉下来，因为啊，这一生啊，能够有这么幸运啊，能够走向中国文化的推广这一条路啊，也是杨老师啊成就的。而在这一路上啊，虽然他没有啊在我的身旁啊，但是啊都是点点滴滴啊给我提携照顾。假如没有杨老师啊狠心呢把我放在海口，我就没有这种历练的什么机会。而且啊，因为老师已经以啊这个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，所以很多事情啊都是他运筹帷幄，把很多的这个前期发展的愿景啊都规划好。我啊只是做一个教学的工作而已，而往后的这个安排啊，杨老师也是处处啊替我们这些晚辈着想。好，所以我们能够啊就是跟随这一些善知识学习啊，这些恩德啊要念念不忘。那回报这一些长者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依教啊奉行。所以呢，这个我送卢叔叔礼物啊，他可能呢也不缺。最重要的，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些晚辈啊能够听从他的教诲，去立身行道，将是带给他最大的安慰。所以我们要时时啊念父母之恩，时时念啊师长之恩，时时要念啊几千年来我们的圣贤之恩。所以每一次啊我在看德育故事啊，都看到啊哭得止不下来，就好像啊这一位圣哲人啊把我的星光啊怎么样点亮了。那一天我在看着主替带着他所有的这些亲党啊一起去避难，几百个人呢、啊、他都照顾，然后啊自己都是徒步在走，这些车马通通都让给他人，做到啊让他乡里这一些长者啊都说，我们虽然年纪这么大了，但是呢在晚年还可以遇到他，遇到这个在世父母啊死都无憾。我看到这里啊相当感动，相当感动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最缺的是什么？就是爱啊，就是关怀啊。当我们肯啊追随这些圣哲人，相信啊也会演出啊像主替啊这样的什么好戏。所以圣哲人点亮我们的星光啊，我们一定啊要企鹅啊效法他们。好，所以恩欲报，怨欲忘。人与人啊难免啊会发生冲突，但是我们之前也有说到，可怜之人啊必有可恶之人啊必有可怜之处。他也是啊没学过做人，
才会啊跟我们发生冲突。那还是要先啊反省自己，假如自己没有错啊，要进一步包容别人。那你总不能把别人的过失啊放在自己心上，那是把别人最肮脏的东西放在什么自己最清澈的心灵，那是很傻的事。所以当我们肯原谅别人呢，其实就是什么原谅了自己。当你把别人的过失每天都放在心上啊，那可不好受。所以要能够啊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，对于已经啊发生的这些冲突啊，我们不要放在心上。因为啊当你把这个怨啊放在心上，对方能不能感觉到？能不能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你看当你有怨气的时候，会不会表现在眼睛表情？一定会的啦。沉于中啊行于外，那心不沉当然也会表现在外在。所以当这个怨你放不下，两个人的关系一定会越来越疏远，这样啊也不好，毕竟啊可能要朝夕相处，或者是啊常常在公司里面都还要相见。所以当两个人不能彼此接纳，很可能又要影响一个家，影响一个团体的和谐，那又何苦啊来哉呢？所以我有一个长辈啊，因为他很有才华，所以啊公司里面啊很多的事啊都会拜托他做。那因为表现得特别好，很多的这些奖励啊都到他身上来，就会造成其他这些同事的什么嫉妒。那我这一个长辈就说，给人家嫉妒是光荣的，因为啊有本事才会被人家嫉妒，所以呢不需要生气。那接着他又说道，他说有一个朋友啊就是批评他特别严重，但是啊他也没有放在心上。结果后来啊这个朋友有一件事啊没有人要帮他，而刚好我这个长辈又有这个能力啊，所以就主动啊去帮忙他。结果这个动作一做出来啊，对方怎么样？哇，很惭愧啊，惭愧自己过去啊所作所为。后来啊他们两个啊就变成什么好朋友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而且啊真正交往之后啊才了解到，一个人啊常常会批评别人，就是内心怎么样不平嘛。那他的心为什么会不平？因为啊可能成长过程或者现在的家庭让他的心啊无法平息嘛，都是内心有很多苦啊没有好好的处理掉嘛。所以借由呢我这个长辈啊不跟他一般近视，又主动啊帮忙他，这一份情谊啊就化开这个瓶颈，进一步啊又可以啊在思想观念当中引导他帮助他。所以我们啊有缘千里啊来相会，不敢善缘恶缘啊，只要我们的心保持平等，保持慈悲啊，相信啊纵使是恶缘也会怎么样
转成善缘。所以要做到冤亲平等，真做到冤亲平等，才会让人打从心里什么佩服嘛。那我们看这一句成语，谁排前面呢？冤哦，冤亲平等，所以要扩宽心量，恩欲报啊，怨欲忘。其实啊，我们很多的执着啊，只要转一个念啊，当场从执着就变成智慧了。所以人要会转念，所以我们要啊感谢伤害我们的人，因为他们磨练了我们的心智啊，感谢欺骗我们的人，因为啊，因为他增进了我们的见识，感谢啊，绊倒我们的人，因为他们强化了我们的能力，感谢啊，遗弃我们的人，因为他教导我们应该啊，独立啊，你人生能靠谁？靠到终老啊？不可能，这个靠啊，不是肉体上的靠啊。一个人啊，要有心智的成长，你的一生啊，最重要要靠的是自己的真实智慧。所以感谢啊，斥责我们的人，骂我们的人，因为啊，他增加了我们的定慧。所以父母教，须敬听；父母责，须顺承。这个不只是父母，所有的人，当他们对我们斥责的时候，我们都能虚心洗耳恭听。你在这个当下，道德学问怎么样？都在提升。好，所以当一个人转一个念啊，所有的烦恼都可能变成了智慧，也由于你能转得过来，这些伤害、欺骗，这一些啊，绊倒你的人，会突然会对你怎么样？很惊讶，进一步又对你很佩服。哇，人的修养可以到这样，你到底跟谁学的？那你《弟子规》又可以介绍出去的哈，所以我们要让圣贤人的脸上贴金啊，可不能撑不过去呢，还是跟他一般见识，到最后对方又说还说学什么《弟子规》，那就麻烦好。所以怨欲忘，报怨短，报恩长。这个抱怨短不是真去抱，是把这个怨恨的念头啊，要赶快什么转过来。那报恩长，这个长啊，不是时间哦，是指啊长长久久，哪有报父母恩报的完的？哪有师长恩报的完？我们对于这些恩德啊，都要抱持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好，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突然放光明？因为我高中啊就放过两次光明，跟诸位讲过了吧。第一次就是听到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得而乐。突然啊，这个忽然闪的光明，差不多5到10秒钟，好，继续呢又开始昏沉啊，因为我对文言文都没开窍，
又在读《出师表》的时候，突然看到孔明那一句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，突然又放了光明。但是光明要能够持续才行，所以遇到圣教啊，不要再当面错过。我可不再错过了，错过啊很难受啊。一绕回来十多年了，虽然那时候才十几岁啊，但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啊还会为赋新词啊强说愁，还会抓一大堆很痛苦的感受，因为啊不明理，不明理，所以唱着那些情歌啊也唱着痛苦万分，没人指导，把这么好的青春啊都浪费掉。所以啊人都有因缘啊，跟这些圣哲人啊也是很深的缘。所以我就跟朋友讲啊，我说假如有前世啊，我一定啊是帮孔明端饭的那个士兵，因为看到丞相越吃越少，所以就特别啊心痛啊。因为我在看《三国演义》啊，看到孔明在那里笔都拿不稳了，士兵端饭给他吃啊，他都不吃。我看到那一幕啊，痛哭啊，流涕啊。所以圣哲人啊，用他的真诚啊，演出这些好戏啊，我们一定啊。好好跟他们效法，所以报恩长，因为啊就是有这一些恩德，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啊走向这么样美好的方向。所以只要没有他们，就没有什么我们，所以抱持着这样的态度，我们会尽心尽力尽我们的本分，让这些啊对我们有恩之人都能欢喜看到我们的成长，我们的人生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念下一句经文。身贵端，虽贵端，慈而宽，是福人心不然，礼福人方无言。待婢仆身贵端，这个婢仆啊，我们让它广泛解释，比方我们家里啊请的这一些员工都算是在这个范围之内。那当然他们是用他们的劳力付出，我们也应该啊同样尊重他们的付出。所以当家里有请仆人啊，也应该啊教育孩子，对这一些仆人也要当长辈看待，不可以从小啊就让孩子看人怎么样大小眼，那他的这种平等心啊，这种恭敬心就怎么样就建不起来了。所以要谨慎，纵使是开车的司机啊，孩子也要称他什么叔叔伯伯，不失恭敬。那能够在一个家庭当中啊都是难得的缘分，我们都应该啊多多体谅，互相照顾。比方说这个大年过年啦，大部分这些媳妇啊也会回来，媳妇儿子啊孙子都会回来。那现在因为很多都是职业妇女，所以她平常也怎么样忙得不得了啊，所以已经忙得很累了，
结果好不容易过年放假，回来又要怎么样？又要更累，甚至于那个工作量啊，还比平常上班还多。所以，纵使我们是为人婆婆啊，也要能够体恤到媳妇的什么辛苦。哦，你不能说她是媳妇就该做，也要视情况啊而定。现在啊，比方说这个请人家做个年夜饭啊，也怎么样，很方便啊。假如媳妇确实已经很累了，那去叫个饭菜啊，一起来围炉，那大家都很轻松愉快，那媳妇也会觉得啊，这个婆婆啊真替她着想，那你爱她，她就会爱你嘛。爱人者啊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其实人跟人相处融洽，难不难啊？哪有那么复杂？只是我们太钻什么牛角尖嘛。当然，当婆婆啊做出这一些很体谅媳妇的事情，那这个媳妇啊也应该怎么样？嘴巴要甜一点。你走在外面啊，刚好婆婆也在，你就跟这些亲朋好友说：“哎呀，我婆婆真好。”都帮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，那婆婆听了以后怎么样？哎，很高兴，这个叫好话一句啊。我没讲，大家是好话的话，就会互相欢喜，互相什么帮忙嘛。好，那今天的课啊，我们就上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